是亮子的银牌。在聊天室的各位也请在线上观众要订阅 NOE Sports 或开启小铃铛，麻烦订阅一下 NOE Sports， 谢谢。请动动自己的小手指来的订阅，动动我们的小手指啊，开启我们的小铃铛啊。接下来进行的是高中女生组第四站的金牌战，在等着你们。现在回到我们的场上，对，台中选手是来自台中体中的林卡勒曼上，还有我们蓝方选手是来自于景和高中的尤玉婷。哦，尤玉婷哦，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内哥，持续的追击下去，得到了一个半胜啊。现在进入我们的情技部分，尤婷选手是想以压制结束这回合，不过我们的白方选手似乎不给任何的机会。裁判喊出了一个暂停，而且景和高中尤玉婷选手获得了一支半胜，暂时领先。的抢手是非常的好。我现在我们听到的请技部分，白方选手想要实施一个三角勒的技术，不过我们尤玉婷选手也是尽力的防守，不让白方选手有任何的机会钻进来。裁判喊出一个暂停。对。看起来白方选手隐形眼镜好像有点掉了。我们尤玉婷选手，还是处于一个很保守的状态。白方选手，台中体中的选手，气势非常的好。不过我们的蓝方选手尤婷选手很冷静的在处理，化解了每一波攻势。这时候，旁边的副审在看刚刚的动作到底有没有得分。选手吊手已经上到了上面，不过我们尤玉婷选手在抢手的部分控制是非常好。哦，这个内腿非常漂亮的右击。哦，这个连续动作接得非常的好，让我们的白方选手措手不及，被得分了。其实这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动作，没错，也是非常有水准啊。恭喜蓝方选手先给景和高中尤玉婷获得高中女生组第四量级的金牌。